又上医院了。短短三个月我都已经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医院了。宝藏，这次上医院是因为他绝育之后出现了这个发情的症状，天天想着出去待一亲。我不想听了，那没有把灯关着咋子。 Hello， 先打个超声。很过难呢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啥子情况啊？禁止和男狗接触。我看你要挨打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过去点嘛。猎杀，过来姿势算，去，我叫减肥来。男的装死爷，来，吉婆娘挺强，快点人，去。不对，有问题。球把你扔进去了呀？你看到我脚了？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洗澡，你干什么？你小屁股，你要先睡觉了。嗯，那我空回进去睡觉嘛。那你进去嘛，上去睡嘛。我上咯。去睡嘛，去嘛，上嘛。哎呀，你进去真太乱了，今年生病是生早了哟。目前看 P 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做梦都还骂人呢。就是那个医生，我恨他。